茹素有多好，身心健康没烦恼。中医师林正怀笃信佛教，茹素八年，平日亲手种蔬菜水果，饮食健康，不仅带动全家人茹素，为病患看诊时卫教导正观念。我们的牙齿结构啦，肠胃道的结构啦，都适合茹素。而且茹素对我们的消化吸收代谢最好。乌日吉祥乐祈福会邀约会众茹素斋戒，中医师的分享，许多人听进心坎里。那如果你吃肉的话，我们身体会变成比较酸性体质；那如果吃蔬食的话，对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会呈现弱碱性。我身体一直不是很好，而且我心血管又有心血管疾病，我觉得我很提倡这样子的活动。越来越多人说要跟着茹素，像是慈济志工到乌日移动社区大楼吉祥月爱洒，获得热烈回响。做这样的一个联署，希望大家能唤醒大家对于爱这个地球的那种心。原来志工常年在这栋社区大楼帮忙清理400多户的垃圾，整理资源回收物，建立好情谊。都做都欢喜呀，做会欢喜，才爱心要做啊。高龄80岁，林月霞做环保的认真，住户看在眼里。我看到她为社区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志工以身作则，让住户了解环保的重要，更清楚知道茹素斋戒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身体环保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素养林一地台中报道。